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自觉啊，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自觉怎么行啊，真的自己知道自己毛病了、啊、很多人一辈子就不知道自己毛病，讲出来话根本出门不认货的，做出来的事情啊，这是我做的吗？讲出来那是我说的吗？已经到了已经没有觉悟了，没有觉悟就没有感觉自己在说这些话或者在做这些事情了，那就出大事了。